Why not? Just a type. We'll teach you Chinese. 你好。Repeat after me. 十。世界上最难缠的跳蚤，你大概见过动物身上的跳蚤，但一定没见过这么大个儿的。怎样对付一只不愿挪动腿脚的赖皮狗呢？那就拉着它走吧。苏西想帮妈妈浇花，而狗狗洛基想帮爸爸给游泳池加水，可是只有一根水管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那就是拼命的抢。以现代文明的眼光来看，这只狗很愚蠢，可是它的确是出于最最原始的本能，要毁掉这双古怪的兔子拖鞋。早晨一醒来，狗狗就有三件事无法忍受：猫咪、邮递员，还有这双可笑的拖鞋。This Chinese character means 10 in English. This is its syllable 十。Repeat after me 十。十。